箱子打不开，总觉得心里有个疙瘩。这技能箱子打不开有个疙瘩。三米七和单横等太久，还是先睡吧。以此强迫症好吧，看见宝箱但是却打不开。封铁玩梗还是有一手，那先睡吧。哦，箱子里是乱破，真密不透风。别无他法，只能借他一用。啊，请阁下见谅。上来就和男主一起同睡啊，这。啊，这不就是前瞻直播里边那个吗？魔性小猴子。气氛突然变得很焦灼，焦。大蓝神在上，多么恐怖、千钧一发的场面！在这丑时三刻，庄严的摩天楼将化为壮绝狩猎的起点。有有，星空之下，遍布恶煞，无助的人在暗处挣扎，无私的人把用血泪写下，无私的人想用夜幕接纳，乱潮间将恶党全部抹杀，破晓前来点亮血幕火花，有有，撩乱人侠 ，AKA 乱破拜见阁下 ，AKA 乱破登场。最后还把他被易拉罐打了。何等狡诈的陷阱，不仅邪祟遍布，还有四处横飞的暗器。初次见面，在下缭乱忍侠 AKA 乱破是也。加加诸般邪祟速速退下，不然在下就要让汝等领教缭乱忍法的厉害了。又来了，好奇怪的感觉。小心，这也是邪祟妖术，请阁下咬紧牙关，再下来助你脱险。缭乱攻守道，正气断或守道。啊，给男主来了记手的哦，这下清醒了。抱歉，这是直击灵魂的缭乱空守道，在下已尽力控制力道，但为了唤醒阁下，疼痛依然在所难免。这剧情啥展开啊，把老黑看了一头雾水，我觉得。哼，阴谋败露，原形毕露了呀。他们正在呼唤邪缘伙伴，阁下请躲到我身后。初入人道的女孩，老夫认可你的决心。普查大师，今日起你便是缭乱忍法的传人了。裤衩大师，感谢裤衩大师，弟子不胜荣幸。这都啥呀？看着阴翳中的城邦，苦难、仇恨、悲伤。那可不，就崩铁版小艾米，给老黑感觉。滋长，血泪汇聚的浪，将吞没一切希望。你将接这大师名字都开始恶搞了。清算邪裤衩，裤衩。人之都的长不傻大师可爱心还百姓一个清平世界。如此连贯的忍真言，不愧是苦茶大师，在下定会努力修行。哎呦，这孙英咋一本正经的说这种台词儿的，多么令人敬佩的觉悟。为与邪人抗衡，你还需要一个新的名字，属于忍者的名字。那弟子该叫什么呢？乱破。我不知道，忍徒。名字会承载你的理想，铭刻信念，昭示命运。它是属于你自己的忍号，所以你要自己决定。